这比较老。看、这个扁豆呢，它这个应该是大棚的吧？不是大棚的这个。这时候应该。现在这个季节，肯定是大棚的。那、万一是从南方过来的呢？啊，没准儿，是吧？南方吃这种扁豆的比较少。哎，观众朋友大家好啊，天天饮食咱们又见面了。一开始我们仨就摘菜，摘什么？摘扁豆。摘扁豆、这个今天这道美食肯定于师傅跟这扁豆有关系，对，是不是、一会儿咱们拿这个扁豆啊混一个模块。哎，今天呢、我们请来的嘉宾还是云生，大家非常熟悉啊、厨师于师傅。于世清，中国烹饪大师，国家级双证评委，全国烹饪大赛面点金牌状元。云生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。扁豆其实今天这是一种扁豆的种类多了，对，有好多，有很多种。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东北那大油豆，宽宽的那个，特别宽，宽的那个。哎呀，那一顿肉搁在锅里吃，那个油豆比那肉还好吃，是吧？哦，那您家下回炖那，咱俩大伙吃。不，您吃那再炖肉的时候，我请你去。那还有就是那个白的，有的特白，对，有叫白不老，现在还有那种紫色的，看着老，其实不老，其实不老。您说还有一种老百姓种那猪耳朵豆啊，就是那个大扁豆，那个也算扁豆吧？也算也算。那个切丝炒着吃，切丝炒着吃或者腌着吃，像这个季节，拿盐给它腌着吃也很好。哎，今天咱拿这扁豆做什么呀？今天咱们拿扁豆跟那个茄子一起搭配在一起做一个扁豆烩馍块。扁豆烩馍块，烩馍块。这跟数据库有关系吗？不不，跟好像是没有，没关系啊。这是有副食有主食，行吧？这可以，连菜带饭了，烩着吃。咱们就开始啊，行嘞，开始。赵老师，你把这扁豆呀，先洗洗，先洗洗啊，我去。扁豆可以说是北方人最熟悉的蔬菜之一，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炒和焖。今天于师傅教大家做的这道菜，就是在扁豆焖面的基础上创新而来的，用馍块取代了面条，把焖改成烩。是一道制作简单、主副食兼备的家常菜。想知道馍是怎么做的吗？想掌握制作烩菜的诀窍吗？今天的节目您千万不能错过。这道菜的主料有扁豆、茄子、面粉，调料有葱、姜、蒜、大料、胡椒粉、辣椒油。扁豆烩馍块马上开始。哎，洗干净了啊。挂着水珠呢。哎，其实啊，我觉着你们刚才说茄子，这茄子要按说不削皮，也可以。它这个紫色蔬菜很难得，这个紫色。对。它这花青素就含在这个皮当中，有大量的花青素。对对对。可是有些人觉得不削皮它黑汤，黑汤。不是，它还不完全是因为那个，看咱们要做这些东西啊，是那个适合不适合。如果我们要炖茄块。或者说是加一点肉炖着吃完全可以不用削皮，因为现在大棚里的茄子很嫩的。对对。但是我们今天烩的馍块呢，茄子呢是一辅料，我们还是把皮给打掉。其实这个茄子当中啊，它主要含有一种维生素，大家记住了，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这茄子里边含有一种维生素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A W X Y Z， 您挑吧。你是26个字母，但是你说的其中你说到了，但是你没注意。它主要含着维生素 P， 维生素 P， 对，我这么说您就记住了，维生素 P， 这维生素 P 起什么作用啊？起什么作用？它主要是软化微血管，微血管软化微血管，所以经常吃点茄子很有好处，软化微血管，毛细血管，就是改善微循环。我们这么着把这扁豆呢，给它那个切成块，然后把茄子呢切成条。扁豆切段。扁豆切段。其实都是一个形状，是吧？你看啊，是吧？对，跟这个豆角差不多。基本一个形状的。到这会儿呢，是平锅上火。馍块这个馍实际就是，一般老百姓有时候叫干粮。干粮。对。饼也叫馍。馒头也叫馍。对，到山东啊一些地方管这个馒头就叫馍。馍是吧？哎，对。来个馍，来块馒头，对，到了西北有时候那大饼啊，有这个发面的这个烙的这个叫馍，是吧？羊肉泡馍用的就是这个西北这边这种发面这个小饼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一会儿咱们呀就要制作这个馍，制作馍的就是刚才那个云生说的是这种那个发面饼，那个发面那个烙的那种小饼，它也不完全是发面，我们呢先把因为扁豆不太好成熟，对，而且扁豆一定要让它熟，不熟是有毒素的，我们先把扁豆呢焖上。
这么着的啊、哦，因为还要会模块，所以说这油呢、啊、稍微量大一点，放进两个大料，嗯、把大料呢给它炸成金黄色，用这料香味来煸这扁豆。吃扁豆啊，扁豆好吃，有营养，嗯、但是一定要注意，每年你看都有扁豆中毒的这种食物中毒，食物中毒就扁豆，扁豆当中含有大量的皂带，这个皂带吃了以后生吃不熟就中毒。皂带，皂带，豆角颜色变深了，变蔫了，就算是熟了。它那个熟的过程一定要什么呀？不，再也不是那个豆角翠绿的颜色了。一会儿咱们煸的时候就能看出来。颜色变深了。开始的时候它是翠绿色的。嗯、一会儿啊，是这么的，留一段，啊，咱做一个比较、啊，比较啊，看看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。嗯啊，好，一会儿咱就煸这豆角。嗯，这大料呢，一定要尽量给它炸成那种金黄色，让它的料香味呢、啊、充分的发挥出来。嗯。这会儿扁豆上有水，容易溅、啊，我们可以拿毛巾稍微蘸蘸它。或者油温呢不要太热了。对对对，反正煸扁豆嘛、嗯，那个就不用说那个怕它粘锅了，它也不粘。对。啊，油温不要太热，就把它放进去。对，有时候家里边炒菜就容易这样，非得等这个油热了，嗯，然后把它往里边啪一下，其实那样不好。不好，我觉得不好。过去那个油啊，杂质多，比如过去那花生油、嗯、豆油当中杂质多，你要不这么烧一下，嗯、它不好吃。现在的油都已经比较纯净了，对 对, 对，特别是咱们有时候更讲究啊，是葵花籽油啊 啊，或者是甚至这个橄榄油啊，对不对、哎？你没必要热的那么热，夸一下子，而且这油烟也受不了。对，现在人都提倡说这个油温不太高。对对对对，一个是油我觉得纯净了，再有一个呢，这也是一种健康的理念，一种做法。把它给煸成这种变色了，比原来的颜色呢又漂亮了。这种翠绿色的，现在是翠绿吧、嗯？对，这跟你那毛衣差不多了，那色。嗯，这是您脸色照的，这是啊。到这会儿呢，我们把这茄子一块儿搁里边。啊，就是它翠绿的时候，把这个茄子扔进去。对。这茄子长条茄子或者圆茄子有区别吗？有规定吗？这个长条茄子呀，主要是什么呀？从南方那边开始过来的，然后圆茄子是咱们北方的这种茄子。啊。它们从口味上来讲，圆茄子呢可能味儿更浓一点。哦。然后，但是从吃起的口感来讲，北方就是南方那种茄子可能又更嫩一点。长条茄子水嫩。啊。少加一点葱姜蒜片儿。啊，提味儿是吧？对，加一点葱跟蒜片儿，我们这么着呢，再继续煸它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你看这茄子吃油，茄子一进油，对，茄子吃油，嗯。煸出这个蒜香跟葱香味儿的时候，拿什么？拿酱油来呛这个锅。哦，拿酱油酱油呛锅。对、哦，这么多酱油啊？对，因为它得烩这个模块嘛，一会儿。对对对，烩模块，它得有咸淡味儿，有颜色。嗯嗯。闻到这炝锅的香味儿以后，加水。到这会儿我们加水呢，尽量加温水。哦，加温水。嗯、加多少水呢？一会儿咱们还要烩模块，根据您烩着模块多与少、啊，然后加这个水。那么烩多少模块呢？根据你的饭量。根据饭量量啊！你要饿了，多烩两块。然后啊到这会儿呢，我们把这个扁豆呢先焖上，焖上开始呢和那个烩模块的那个面。啊，这得焖。扁豆已经焖上了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制作的要点：茄子作为配料要去皮，避免喧宾夺主啊；用大料炝锅来增加浓香；酱油的用量要足。接下来咱们看看这馍究竟是怎么做的。这么着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模块呢面先和上。好，大家可能那个在外边吃的羊肉泡馍啊，还有说卤煮火烧里边那种馍、嗯、啊，他看着都好像说，哟，这东西怎么做？实际上非常简单，我们就选择这种中筋面粉，嗯，中筋面做饼类的中筋面粉、嗯，少加上一点苏打粉。嗯，苏打粉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？起的就是让它稍微蓬松一下。啊，这是苏打粉啊。对。哦，碱苏打粉。啊，用水呢给它和均了，这个水量一定不要大了。哦、这馍呀是很扛饿的这种东西。对对对。啊，如果有和的太软了呢，就成大面包了。就起不到馍的这种口感了。哎，嗯，这边这锅开着没事吧？啊，对，微点小火。啊、小火哈、啊。你说这个面得和硬一点。啊，稍微硬一点，然后那个馍的口感才好，而且还进得起烩。要不然稍微软了一点儿。嗯，那这个面和水的比例大概你怎么调呢？嗯，250克左右的面，就是半斤面。半斤面啊、嗯，差不多有是100左右的水，差不多二两水。嗯。这个我觉得这么说呀，这个有时候大家尤其初学乍练的人，他不好掌握多少克多少克哈、啊。家里买一秤搁这儿。腰现称是吧？啊，其实就是说，要是通俗的说，稍微硬一点，硬一点，软一点，是吧？
这是稍微硬一点，嗯，是吧？稍微硬一点，要不然一下锅一煮回头，就是相当于说这么一大碗面，嗯、这么 一小碗水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差不多吧？对对对，差不多。啊，其实要经常和面，经常下厨房的，这手上就有感觉了。你说软硬，他就知道了。他手一摁一打，他就有感觉了。你经常和面吗？我经常吃面。这个面团啊，给它和好之后呢，在案子上呢，用力气呢多揉揉它。嗯。我们尽量给它往长往长了揉。嗯，往长了揉。对。揉成一条。对，揉成一条。哦。这是为了一会儿坐着方便吗？一会儿坐饺子劲儿。坐饺子劲儿。我们这个做饺子，做饺子劲儿就这么做，对不对？这个馍呀真的是很好了啊，就是加上点苏打粉，和的稍微硬一点，啊、给它揉成长条、啊，然后呢，开始就是揪劲儿，揪剂子了吧？啊，你看，用这个面包出来饺子来，煮出来什么样的？煮出来以后，基本就是属于那个咬不动的饺子啊。其实这馍揪完劲儿以后立起来、啊，给它这么摁成小饼，摁成小饼。把火先打开，这不用再别的加工了，就按着小饼直接搁锅里就烙了。对，直接锅这么锅里就烙。这忒简单点了，这个这里边什么也没有，也没油，也没盐。对、啊，也没油，也没盐。你看这个，咱们说的卤煮火烧，对吧？哎，对，这里边放着，不就是这种馍吗？也是这么烙出来的、啊。对对对，烙出来就是它就有点半发面，是吧？死面馍，它这还不完全是半发面，只加了一点苏打粉啊，让它起的稍微。我们说刚才那火烧啊，就基本上半发面。啊、火烧对对，火烧烧饼全都是啊。嗯，其实现在咱们全国各地有好多种这个什么，尤其是北方这个馍的种类特别多。这个馍这个字儿啊，实际就是北方人喜欢的不说，你到南方人、哎，南方人，你到广东人，你绝不会说馍。他不会说对对对，广东话说馍啊，那就是没有了，那就是就没有了。对，老板给我来个馍啊！哎，你到了西北，在广东尤其西北吃馍，哎对，西北那边是、啊、说的就是这个烙的这种小饼子叫馍，对 对, 对，嗯，山东人们说什么这个馒头叫馍，馍，而且馍分好多，像什么白馍呀、油馍呀，嗯，还有这个炉馍呀、粉子馍呀，对，它分好多种种类，种类、嗯、种类，它各个地方吃的也不一样。嗯，外国人我估计到了中国，这个馍字估计就得晕了。啊，太多了，这个、是吧？你外国这个，你比如说披萨，那就是他知道就是披萨、啊，就是披萨啊。说面包，面包，我当然面包这词儿不会说，是吧？是吧？你要到中国说馍怎么今天这样馍，明天那样馍啊？这是扁的，明儿是鼓的，来回来去的啊。有时候叫馒头啊，这抹点油吧。对，不用不用啊，烙馍咱们这儿说，实际上是什么炕馍、啊，它呢就是不用加油，直接跟平底锅里就这么来回烙它。这一般咱们家里烙饼啊，什么不都加点油吗？那个是烙饼，然后咱们今天这个那是烙饼，这是烙馍，这烙馍不加油，烙饼加油。嗯，到这会儿我们看，谁出的主意让加油啊？啊，到这会儿我们看这饼身呢，有点发起了，发松软了。哎啊，然后那个哎，这水分呢，苏打粉起作用了。对，水分呢也是烙的差不多干了，然后这会儿呢就可以关火了。好，那咱们把它装盘啊，装一盘里边。这够硬啊，这个对馍就是很硬的，这个要不硬搁汤里一煮咱没法吃了，是吧、啊、不现在别吃啊，我一看你拿我就害怕，为什么呢？一会儿还得加工呢，我想试试它这个软硬程度。掰成这么大的块、啊、洗手了吗？洗了洗了，咱你我来点试试。对，你这个不能光吃不干活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这特别喜欢劳动、哎、你这个自己啊干完活自己再吃那感觉不一样。就一个馍给它掰成几半？四半。哎、嗯、哦，一个馍掰四半，掰四半，这半别太小啊！对对对，啊，吃一口吃一口。你要为了便于记忆，你这么说，一个馍掰四半，搁在锅里不盖盖儿、嗯。有才呀、哎！一个馍掰四半啊，搁在锅里头不盖盖儿，不盖盖儿是吧？盖上盖儿它就不好吃了，它那哈气、啊，拿最后这蒸汽啊，对对对，一虚。不好吃了。好像这一把您光在旁边动嘴呢。嗯，对，我这次改角色哦。那个掰完了啊，掰完了。好，今儿余生干点，就干活了，就今儿云生干点活，我干活了就是、嗯、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你自己掰的馍一会儿再自己吃啊，感觉不一样。有一次我就去这个西安饭庄那儿、啊、吃这个羊肉泡馍。哎，西安的泡馍很有名啊，然后人家是有规矩啊，啊，给你一大碗俩馍搁这儿，服务员走了。你呢？人家是让什么呀？你自己掰，你愿意吃大块的，愿意吃小块的，干嘛？你自己掰，掰好了放在碗里，搁着人服务员拿走，他后边给你加这个羊汤去。哦，我头一次吃不知道，你就坐那儿等着。我在那儿等着，我看。
服务员呢？比我后来的人都吃上了。服务员还纳闷呢，服务员心里话，这位先生是没急事啊，这是。我说，我说这怎么意思？服务员过来问我，先生人还没来齐吗？我说我不请客，我就自己吃啊。那你怎么不掰他呀？掰他干嘛呀？掰了好吃啊。我说您看看人家那桌，我说哦，人家坐那自己跟那 K 着 K 着跟那掰。哎，这给您也提醒，以后去这个西安饭庄吃这泡馍的时候，别跟我似的那么露怯，你说自己掰，对对对，提前去把手洗干净了，自己掰。哎，嗯，哎，西安还有兰州，兰州的泡馍也很有。这是他们是两种，两种哈。嗯嗯，到兰州不用自己掰了，我估计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兰州这泡馍和西安这泡馍呀，它不太一样哦。西安这泡馍咱掰成小块儿，掰好了之后往上浇羊汤。对，有这个羊肉啊汤啊，这个哎他泡在这吃。兰州呢，兰州这个泡馍呀，他是把这个羊肉什么先炖好了，羊汤炖好了，给你一碗羊汤，给你来一馍，你愿意这么白嘴咬着就着吃呢，吃一口馍喝一口汤也可以。可以，你愿意掰着搁里边站着泡着吃也可以。哦，那属于兰州这政策比较宽松。对，这属于个性化的吃馍方法。个性化的、哎、啊。到这会儿呢，您看汤汁渐浓了啊啊，然后香味儿都出来了。对，扁豆呢也软烂了，然后一摸这个呢都有弹性了，用拿水一煮。比较一下，比较一下吧。啊，对，我还留这么一截扁豆呢。到这会儿啊，行，你看这个扁豆跟这个锅里的扁豆，完全不一样。啊，稍微撒少许的胡椒粉。咱们夹出一块来。其实这个比较有点多余，但是咱也比较一下，比较一下吧。因为这个像一些常做饭的大爷大妈，您就不用看了。但是年轻的年轻人吧，初学乍练，您这什么叫熟？这叫熟，这叫生。哎，这还用说吗？哎，现在开始关火。哎，这临出锅之前用不用加点这个生蒜提提味儿？对，然后是有这一道工序是吧？有这一道工序。你看在西安吃过，你看茄子呀、豆角啊、馍呀。等于是咕嘟到一起了，对，有蔬菜有主食，这样又是菜又是饭，对对对，而且热热乎，尤其是冬天啊，咱北方冷，热热乎乎的来这么一大碗，这你可以想象，如果盛夏来这么一碗，他不想吃，啊，真是夏天吃的他燥得慌，冬天你想冒热气儿端上来，啊，就这一碗不够云生一人的，啊，然后咱们家碗小点儿，哦，我们把它装在碗里边，之后呢？加点香菜末，对，放上点香菜末。可以，其实咱们北方人好像对这个烩菜呀、炖菜呀情有独钟。对对对，尤其是冬天，来一点辣椒油，各种辣椒油，各种蔬菜，各种美味放在一起，咕嘟，哎啊，尤其是那热乎劲儿。东北，再来点香油。咱们老北京有折罗，折罗，对，这都是烩菜，烩菜实际都来点蒜瓣拌着。你像这就有点烩菜的意思，有朵对吧？扁豆烩馍块就做好了，哎。啊，这道美食大家是不是很喜欢？啊，云生，你先看看，是不是很喜欢？这比那西安泡馍是不是？啊，还是它一点不逊色。对对对，它两个风味，两个这个什么？大冬天的来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扁豆烩馍块，一定能让人从胃里暖到心里呀、啊。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。首先把扁豆切段，茄子去皮切成条，接下来把大料炸香。再倒入扁豆茄子煸炒，用酱油炝锅之后改用小火焖热。焖扁豆的同时来做馍，先用中筋面粉加少量的水和成偏硬的面团，然后揉细揪成剂子，把剂子按扁后直接放入锅中烙成馍。烙馍的时候注意不要放油。最后把烙好的馍掰成小块，放入扁豆中一起烩一会儿。待馍块吸足汤汁之后，这道味道醇香、营养全面的扁豆烩馍块就可以上桌了。好，这个扁豆烩馍块就做好了啊！大家看啊，我转一下，是不是很漂亮？这叫什么？别撒了啊！撒不了，扁豆烩馍块，馍和蔬菜一样一半。老有顺口溜，看着就想吃。哎，我不知观众朋友看完之后是不是能学会啊？啊，希望您能学会，也做这么一道美食，给家人一个惊喜。是是，好了，天天饮食，咱们明天再见。